你遊上被凳嘅時候，你要加一層石膏粉。咁石膏粉咧就令到成張被凳咧，佢個 surface 咧就會比較硬身少少啦，咁就容易啲上色啦。咁咧之後咧就梗係畫上你自己心愛嘅圖案啦。咁最後咧加一個 special 嘅 protection， 你自己中意靚身啲或者硬身啲都得。咁就係咁簡單咯。唔單止凳可以用嚟畫，衣櫃都可以用嚟畫餐飽嘅。這個出自英國著名嘉賓設計師 Jamie 和 Martin 手筆的衣櫃，上面的狗仔是不是很趣致呢？愛狗之人不妨參考一下這個設計，常將狗狗畫在其他傢俬上面。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將嘉兒的樣子畫在傢俬上面，成為一件獨一無二的家具嘛。因為我覺得傢俬不是只是一件傢俬啦，傢俬可以件藝術品。咁今次呢個 concept 咧，就主要係想突顯翻個傢俬嘅獨特性啦。因為外國其實都好流行呢個做法，咁所以我將呢個 concept 咧帶翻嚟香港。